Hello， 各位，我是 Zico， 今天我们又要来继续进行辉煌生涯模式第32集。看到69 Zico 这个背影 GOAT， 他妈有够帅的。那在上一集中，我们球队总经理 Odella 终于被我们干掉啦。果然人们的眼睛是雪亮的，都知道 Odella 这个做事非常不 OK 啊。所以目前我们的主线任务就是大学回顾，你经历了一次传奇大学职涯。当你接受完企业杂志的多阶段采访期间，重新体验那些高低起伏吧。看到这边，聪明的你应该知道这一代 2K23 的故事剧情啊，它是以一个倒序法的方式在讲故事，前几代都是从高中、大学发展联盟，甚至有一代是从 CBA 开始啊，这一代就是相反啦，先从进来 NBA 之后，现在才要大学回顾。第一次采访安排好后 ，H 里会通知你，所以我现在要冲他小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好像懂了，会不会是要先打下一场比赛？因为打完比赛不是都会采访吗？我们先用跳过看看模拟比赛。反正我们主线任务解完了嘛，可以模拟哦。那我们面对金块队好了啦，金块队今年总冠军很屌是不是？在我一口面前。赶快拍我，赶快拍我！我这么帅，对，就是这样。来来来来来，多拍点，多拍一点，帅不帅？我看有些没有拿相机的很不尊重哦。这些女的都不拍，干都只有男粉丝是不是？你又笑什么？帅气的出场哇！左边还有一个摄影机架子啊，差点撞到他。金块对高原主场要带上氧气罩啊，不然哦氧气会不够。先来个单手，哭啊！今天这场比赛我们没有戴上头套，因为要面对的是 Nikola Jokic。虽然这两个没有关系啊，但我就是要硬扯啊！今年 NBA 总冠军 Final MVP Nikola Jokic 准备对上他。我这个，哦呦，哇，果然很有实力啊！防好，防好，防好！他这个顶级费德位，我靠，我操，哎，真的很屌哎、欸！我手那么好呢，他好像是第一位在我面前用这种费德位的中锋啊！我、哦、有这个Jamal Murray 啊，不是啊 ，Damian Lillard 啦。不得不说，刚才小丑那个fade away有吓到我。好球！啊靠腰，啊靠腰嘞！想来吗 ？KCP 火锅喂！哎呀，是手套犯规啊！他直接两犯，我还以为是我们呢。Nikola Jokic， 哇，这真的好猛哦！不知道什么，我现在真的觉得他很猛哎，一副可乐脸的样子，但是超屌。小丑是不是？我直接一个背运，晃一下上去，这个上篮。OK， 硬打进！我靠，我的天，他直接给 Gordon 一个360度灌篮，好溜好溜！我现在只得两分呢，超级扯！我现在只得两分是什么鬼？打球团队团队团队，哇，各种帮队友卡位，队友拉杆上篮，再帮你卡一个小李，我今天各种帮你卡，我一直帮你卡啊，没事没事，有我在有我在，有了错位了错位了。这个就轻轻松松了。金块队身材太好了，345号位的身材不仅壮又高啊！里面有 Gordon 加小丑，我很难面对啊！哇靠！哦，他想，他想切，他想切，火锅送给你。喂 ，2K， 我觉得我自私一点好了啦，不然这个进攻吼完全没办法。转进去，转进去吗？好，第一拍不行，再转第二次。哇靠！哎呀，完全把我手烂呢！哇，看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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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完全把我手烂。两秒，一秒，抢篮板就好，抢篮板。哇靠，真的很难打啊！打到现在我只得两分，五颗篮板，啥都没有。防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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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防好！火锅，不会进，不会进。Pigan 啊 ，2K， 太夸张了啦！我都守成这样子，这一球真的很夸张啊！哎，都这样了呢，这样子了呢。正常来讲，其他球员都不会进啊。他现在开主宰，我又很难打。孙家树可以吗？可以吗？这好像可以，好像可以。上去买个犯规，舒服。打不过你就帮你买饭买下去。我已经感受到这一场2K在搞咯，真的在搞咯。跳好，跳好，跳好就好，跳好就好。他打低位，不可能啊，不可能，不可能啊！我这个防守联盟什么都有第一名的，在这边被你屌打。给我球，晃一下，小丑。哦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完蛋，晃一下，第一拍，直接单手隔扣啊！本该如此，就是要这样，小丑来也给你下去啊！哦吼吼吼！哦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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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假头真传！身为 P 加 SBL T1 专业裁判，这一球他怎么传的？我靠，哎、欸，穿模了啦！从我手臂里面穿过去，再传给他哦，难怪我抄不到，穿模了啦！右边，右边，右边，哦，看来又要给我是不是？完了，死球了！小李三分球直接喷，干你还不喷？什么鬼？刚才你还不喷？火锅，完蛋了，真的完蛋，没有人守住 Murray 啊！这一场金块队很像我之前。反指标模拟啊，34-25，我们落后9分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哇靠，怎么又给你干进？他怎么都可以干进中的球？我都已经黏在他身边了呢。火锅，是是，所以我从大老远就看到了、啊。快快快，快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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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杀了，杀了，杀了！一条龙，一条龙，一条龙！这个错位，站着吹喽，站着吹，我最喜欢，我最喜欢，最喜欢站着吹啦。
好烦啊！所以我们终于抓下无失误八个篮板，开启一次领导能力了。有开的话，这个很关键啊！里面漂亮，我这个助攻啊，不是啊，我这个空手跑位可以，漂亮。目前追到剩八分差，开了领导能力跟主宰啊，现在很有机会可以追上来。而且小丑不在，又是我，对，又是我，一个单手暴扣，防好，对，我靠嘞 ，Golden。灌篮王真的不是叫假的哎，他都飞超快的哎，太厉害，金块队再给我们漂亮，也是又来犯规。刚才本来是想按空接啊，可是按了两下三角形都没有反应，不知道在搞什么鬼，所以就只好切入灌篮了。小丑一下去瞬间 double 啊，完蛋，啊哭啊！又是这边漂亮的一个空切，五四拍个中距离外线回进我们的篮板。哎，在干嘛？妈的，不要乱传啊！手套，这边又是一个空切，又是一个单手暴扣，我们空切三次了，太帅了啦！小李跟我这个搭配，哇，到底在搞啥啊？哎，错位喽 ，Bro is Jeff Green，Sorry bro。中场51-54，我们追到剩三分，19分，一助攻，13篮板，一颗火锅。关键球员整体方面看起来我们好像比较屌，其实也差不多啦。第三节开始，小丑换上来，我现在要手抱他。左边石恩，哇，石恩这个三分球好准哦。又是 Golden， 他妈又是你！哎，还好我有被我定板，我有在后面看，那边随便给你灌的哦。来，漂亮助攻，水够烂呐！现在开了全队主宰，就是要追分啦。小李直接杀，要到一个犯规，这个非常关键。妈，这到底是什么视角 ？2K， 你这个 bug 到底什么时候要改啊？那个视角是要怎么罚球啊？全队跟好，全队包夹起来，不让他有任何可以出手的空间。篮板 ，go， 给小李，杀了，我们一个往后弹，三分线直接喷 ，nice， 李哥出品必是精品啊 ，faker， 完蛋了，我这个火锅还好，我直接冲过来嘿，不然又要给他一个免费 ，Nico， 三分线，我靠。我们这个随拿急喷，哎呦，逆转啊！哎呦，又想三分球，哎，没进，我们偷跑速度超快，来喽，休泰喽，各位，休泰，哇塞，直接冲过来把我干倒啊！刚才那样撞真的会受伤啊 ，Murray 怎么敢冲过来？哎，那我第一罚怎么没进？第二罚，我靠，有两罚没进，又是 Golden， 又是外面 Yokic， 这球应该不会进，哦，完蛋。12-3的小高潮啊！波特兰海狗队啊，不是海狗队啊，靠腰哦，波特兰拓荒者啦，波特兰海狗队，完了又是你啊！哭啊！连续两球给他三分球，哎呦 ，Holy shit！ 教练要把我们换下来，78-89，落后11分。第四节决胜节，我们落后11分，但是时间非常充裕啊，整整12分钟，守好就好了。哎呦！真的还假的啦？他都不会放枪哦。他们金块队板凳直接火起来。喂，哎，这个不会进。火锅，哇靠嘞！我一定要那个啦，抗议了啦！教练挑战，请求暂停啊！这球怎么看我都没问题啊！做人扎扎实实啊！看一下回放，这一球我直接。你看，完全没碰到他，哪有碰到他？身体接触都没有，不要乱来、欸。维持原判，哭啊！直接落后14分，不知道怎么追啊。小丑示范哦，各位，小丑示范哦。小李，来一个！哇靠！我又被他架拐子干飞。挡一下，在里面给我。所以这个左边拉杆，挡到，又是我们漂亮一个。我们这个空切真的好像没有人守住吼。哎 ，OK， 进攻犯规，小丑五犯了，队友做得好，真的做得好。我等一下一定要拐篮下，我拐篮下之后呢，看能不能给他六犯下去啊。我们的，再上去，哎呦，要到犯规、欸。刚才我看那个动画，我以为我要直接隔扣了，但没关系，我们这两罚有稳住的话，比数也是慢慢的在。球给我，我要直接打他，我要直接打他。手举高！来！哇塞 ，Yokic 36分21篮板，哎、欸，他怎么比我还猛？他这个比我还猛哎、欸！
这样没犯规，这样没犯规。又想三分球吗？六秒、五秒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抓篮板。OK， 我有跟到，我有跟到，我有跟到。又是你，又是你，不可能啊！我手举高成这样子，偷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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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快快，这边。睡睡睡睡睡睡啦！这一球很关键，士气整个大增欸。最后五分钟，双方差九分啊。那我现在呢，开了这个防守主宰，有开就是有开就是有差。欸，好球 ，OK OK OK， 哇，可以哦。刚才那个放陷阱，再给我们，再上去，又是要到，差一点弯，让我罚球是对的、啊，我们这罚球很稳。所以我觉得这种关键时刻，即使我中距离外线没有那么的灵光，我还是要往里面杀、啊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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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这边这边，这球我不管怎样一定要吃。Nice nice！ 五分了五分了五分了，各位，来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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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呀、啊！直接火锅送给你下去啊！防好防好，跟好跟好跟好，跟住跟住，我们这速度不会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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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完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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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别别别别别别别！面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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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哇这边！赶快传，赶快传，赶快传 ！Zico 就在这边，还不赶快传？而且我们刚好开了全队主宰，全队主宰开起来。小丑，不可能，这个fade away不可能啊！我们的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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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冲冲冲冲冲，杀杀杀，杀了杀！这边又是给 Zico， 再上去一个单手暴扣，防好防好，包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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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左边左边，别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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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的好球，好盖好盖好盖！小李，一个备孕，慢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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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跟 Zico 做一个搭配吧，有了，上去，要到犯规，又来了，又是这个角度，我到底要怎么罚、啊？哦呦，可以哦，我还是扛住这个压力了。哦、完蛋！哦，超的好，超的好，哦，直接断，直接断球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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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左边，上去，慢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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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边 Grant 杀了，再给小李，再给小李，球给小李，球给小李。里面助攻，好球，漂亮，二加一，而且我们让小丑六犯满场，哇靠，关键，真的关键，哇靠，这个真的是我有史以来玩过买听最刺激的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超刺激，而且我们要逆转比赛了，哇靠嘞，太好看了吧！这一球我操控小李 ，Zico 帮我们挡拆之后。传进去，而且这一球基本上这个 Murray 有拿到球，但是我 Zico 赶快再把球拿回来，然后我们轻松抛投，小丑穿模六犯离场。平常脾气那么好的小丑，这时候已经快忍不住了，他想打架，他想闹黑帮的人来了，他快受不了了。完了完了完了，最后一波球权刚好全队主宰关掉，电脑你要守好，你要守好啊！帮你们帮你帮你们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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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要在那边来，哎、欸，刚好盖到我火锅，杀杀杀！碎碎碎碎碎碎碎，两发都稳住就赢了，两发都稳住。第一发，小李飞刀，小李飞刀，想夺冠就是要有这种拼劲啊！干你妈嘞！109-107，场外发球，放二不放三，放二不放三，三秒、两秒，这球不可能进啊！怎么可能 ？Nice nice， 我们在高原主场，最后109-107，我们逆转两分。最后面小李跟69 Zico 这个搭配啊！完美，真的是非常完美，再把小丑弄下去，完美的剧本啊，真的是有史以来最精彩的一场辉煌生涯比赛。本场获得48分、26篮板、2助攻、6颗火锅、5成3分球命中率，获得1306 VCB 1.6倍难度系数最难的名人堂。这一场比赛才是让我感觉到真正的名人堂啊，有够难打。右下角手机通知7月月刊准备好跟你见面，回到办公室进行采访。果然跟我讲的一样，打完比赛就会继续触发这个剧情啊。OK， 影片的最后，请大家帮影片按个赞。你们按赞只要花0.25秒，我做一部影片要花一整天啊。这一场比赛真的有够精彩刺激的、啊，还没订阅此频道的赶快订阅起来，记得追踪我的个人 IG、FB 粉丝专页、抖音账号，全部追起来。